大家好，今天我非常荣幸哈，给一个105岁的一位长寿老人包一束花。看，这是他的，这是重孙外这是重孙女，从外孙女吧，是不是叫外甥女？从外甥女哈，对，找上我来了，我很荣幸哈。你是哪位？我也是从外甥女儿。这是从外甥女婿。对。不是，这个发财树咋卖的？看我们选的这些花，红色康乃馨和蒸蒸日上的向日葵，还有漂亮的百合。那我要拿个盆，你给我换盆儿。还有个白色的星星环绕。不，你这个盆太小了。好，我们开包。不是，它长那玩意儿长不大好的，它不多。那盆咋卖？啥呢？你那盆4.5块钱要是是要是4.5块钱我都买100个。以后生活条件好了，可能能活到这个岁数的人能多一些，但是也是少数，也少数，很少，也是少数哈。我算你斜的，是斜的，斜的啊，这么斜，啊，这样子，对，要这个角，要这个纸的角。
年年都在那个我家客运站那儿嘛，老客运站那个十字路口那儿，原来五商店，你知道吗？谁？金小燕呢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对，后边再包一个，嗯，后边根儿，那你拆下去，后边根儿有点漏，嗯。因为老人嘛，咱们包精致一点哈。对。好了。我家那个对门，西门对门有。好，松手吧。好嘞，松手吧，不用按着了。好看，哎，好了，哎，这多钱，她漂亮，嗯，王辉起来，嗯，没事，她也加，这老人咱们祝她活一百零五四了哈，咱们祝她活110哈，寿比南山，寿比南山，对，哎，好了，谢谢您，好了，不用谢。这长寿老人包花也是我的荣幸哈，啊，好了，祝福你们有这么长寿的老人哈，祝你们家哈，嗯，那我也谢谢你了啊，不用谢美女，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嗯。